崇圣寺三塔西靠苍山，东面洱海，以三塔一寺院为主体，是大理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刹。1000多年前的南诏封佑年间，曾有殿宇千间；大理古国时期，则为皇家寺院，是大理永镇山川的风水宝地，值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，在草地上打坐，顺时针转塔，走上每一级台阶，触摸千年的石墙，听和尚敲木鱼诵经，拜大殿里的佛祖，然后许下个平安顺遂的心愿。女儿 Katy 一直在追问我关于佛像和佛的联系，有幸偶遇僧人，他给出了非常通俗易懂的解释。像就是人造的，是人用自己的心像，佛像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父母，对吧？我们的爷爷奶奶，知道吧？后人想念佛菩萨了，就是像你们小孩子像。想爷爷奶想奶奶，那爷爷奶奶都过世了咋办呢？就心里想着他的长相是咋样，就塑个咋样，就想爷爷奶奶就在这拜拜，想起爷爷奶奶了，就看起佛像了，就记起爷爷奶奶给我们说的话，好话叫我们怎么做人，叫我们怎么在社会上怎么健康的生活，知道吗？这就是佛的。Hello， 小朋友。
有缘在崇圣寺僧院钟楼下驻车过夜，每日听暮鼓晨钟诵经祷告，愿如心，心如愿。